由南投县政府辅导办理的社区小基金计划，在南投市是由嘉禾社区、蔡岭、雅南、甲凤鸣社区三社区为着要增加社区干部甲志工照顾长辈能力，共同设计古典师资培力课程。其中由陈慧珍老师指导的舞蹈课程，是使用老大人较熟悉音乐，搭配着简单的福建运动，希望促进社区长辈的集体灵活度。动作看起来拢真简单，不过跳无偌久，大家拢已经老惯三 D 啊。指导老师使用活泼音乐，配合脚甲手的福建运动，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长辈肢体更加流利。这一次比较特别，是我们用击球。那击球它的动作里面配长辈喜欢的、熟悉的本土音乐呢，还有末梢神经的运作哈啊，还有我们在夹球的动作里面会有对我们下部就膀胱这个方面有做一个训练，所以从音乐里面可以让长辈呢，从很愉悦的音乐里面又达到运动的效果。参加南投县政府社区小旗舰计划，南投市是由嘉禾社区来带动雅南甲凤鸣社区，为了增加干部甲志工照顾长辈能力，所以办理各种师资栽培课程。就这摆就是针对舞蹈来教学，让学员拢感觉学到真多。好像今天的球里面，它的柔软度够，所以老人家可以用手指头的力量去抓。那当然，我们的学员在学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掉，老师会很开，会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掉一次，然后就是10块钱。其实我那时候在上这个课的时候，我也想到说，哎，我们也可以跟老人家讲哦，阿公阿嬷，你如果掉一次10块钱，我们的社区里面会有很多的零用金哈。我今日来上这课，我真欢喜的啊，因为收获足多，因为伊有甲阮家带动。啊，阮就用等于阮的凤鸣社区，甲老伙仔互动，因为阮凤鸣社区吼，一礼拜弄三工的促进健康，啊，阮吼会用甲老伙仔来带动，啊，所以阮等于学的，等阮就随甲老伙仔迄落。因为有很多老人家，他手根本有时候会抬不起来，啊，脚也没有办法动，但是你这样子的话，今天这堂课是那个老师带给我们，就说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动。站的其实他带的就还有脚的动作。每一节课程就当替社区干部甲志工提供几啊项运动方式，来教好家己社区阿公阿妈，因相信做出社区长辈拢会当愈来愈健康。记者陈信聪报道。